盘点女友吃醋后能有多离谱。算了吧。帅哥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你拿这么多柠檬干嘛呀？帅哥，加个微信吗？哎，家里没醋了。帅哥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啥，师妹？帅哥，可以加个微信吗？啊，我错了，下次我直接说我有女朋友了，行吗？这样更直接，不可以擦掉哦。风吹过我的头发。你有一个八卦且爱吃醋的老婆。喂，啊，我们老婆不在家。哎，你说。你不要紧啊。哎，谁呀？我朋友。哎，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去啊。哦，那我明天我陪你去。哎，你这样不行的，要不然我会担心的。再见啊。哎，明天再说。哎，拜拜。女朋友到底有多能吃醋？哎，花，哎呀，雨禾，没事吧？谢谢你啊，帅哥。写进了几何比，今天你在我。危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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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危险！你干嘛呀？谢谢你啊，帅哥。新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谢谢你啊，帅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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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老婆。谢谢你啊，帅哥。我对你的思念是你干嘛呀？谢谢你啊，帅哥！谢谢你啊，帅哥！女友吃醋如何解决话题？这个电话填一下。干嘛呀？公司让填几个紧急联系人。这第一个紧急联系人王玉帆是谁啊？一听就是女生的名字。那是我妈。不对啊，你第一个紧急联系应该填我啊，我天天跟你在一起啊，怎么填到第二个？选项选的居然还是朋友，我是朋友啊？不是不是，他那个选项只有父母、夫妻、子女、朋友啊，我就选朋友啊。那你怎么不选夫妻啊？我这婚姻状况不是还未婚吗？我这个婚戒没修呢，我怎么选呀？行，朋友朋友，行了吧，朋友。朋友，这是我给我男朋友过的，吃的话自己脱。咦，现在喝点啥？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，那多不好意思呀。那赶紧喝吧，忙了凉了。那多少钱？我转给你啊。还生气呢？哎，朋友，男女授受不亲，请你自重，离我远一点。对啊，给你把紧急联系人选项改了呀。改成夫妻了是吗？子女。对啊，你没有说宝宝。我占我便宜啊。车哥哥早呀。早啊。车哥哥早呀。啊，车哥哥早呀。车哥哥早呀。车哥哥早啊。车哥哥早啊。车哥哥早呀。云朵朵你玩呢。盘点女友吃醋后能有多离谱？你要吃什么？我想吃火锅。哎 ，Hello。Hello。宝贝，拿点纸，回纸了。Hello。哎，来说说你到底要干啥？有一个爱吃醋的女朋友是什么体验？喂，兄弟，出来喝酒啊！我约了好看的小姐姐。哎，你等等。叶仔，今天晚上我有事出去一下。去干嘛？陪老吴吃个饭。哪个老吴？吴邪啊。叶子，那我先走了。你等等我，我也去。
你去干嘛？老吴我也认识啊，干嘛不能去？人家失恋了，你跟我一起去，他不得当场爆炸？嗯，好吧，那你去了不许加别的女孩微信。海王已经上岸。哎呦你妈！死结回来是被动过。还救啊？还这一身谁调过？然后你要不换位置坐吧？为什么？我坐这，我坐哪儿啊？我等会要去接个人，他说要坐前面。男的女的？我认不认识啊？就是女的，你好像见过。他为什么要坐你的车啊？他不能打车吗？他说坐前面，给我指路。现在有他指吗？你没有导航啊？不是，他好像有点晕车。你还知道他晕车？晕车女的，那我坐后面我不晕车是吧？是这个道理吧？你年纪轻轻的，他晕车比较厉害嘛，你心疼一下他吧。哦，现在喜欢御姐了是吧？起开！有，开玩笑的。钥匙给我啊！不是我怕。那这女的呢？我带你俩兜兜风呀。你俩坐副驾驶，把腿拉起两段。Oh, no. 快，人呢？你下来。女朋友究竟有多能吃醋 ？Hello， 那个文件我给你传过去了，你记得查收一下。收到了，谢谢宇哥。嗯？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谢谢宇哥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谢谢宇哥。你有毛病吧你？亲爱的，别老玩，喝点水。给。哎呦，谢谢宇哥。喝你的水。我怎么来盖上点被子？哎呀，谢谢宇哥，宇哥真好，谢谢宇哥。哎呦我的妈！Club isn'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. 我闺蜜身边的都是身高1.85米，那扒开腹肌够多斤，你的皮鞋都不配。撩撩撩！我要说好不带急眼的。今年我是你孙子。今年是你孙子。喂。喂。大妮啊。怎么了哥？没什么，就今天心情不太好嘛。嗯，没事的吧？其实也没啥，就郁闷嘛，想约你一起喝杯咖啡。这个还有谁呀？哦，没了，就我们俩。嗯，行啊。对了，我今天刚好能喝冰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不对，哎，不是这啥意思啊？哎，不是。绿茶喜欢别的，赶紧丢北极啊！啊！哎、你干嘛？赶紧挂了！你干什么？你说，你们是不是又有一腿？疯了你！哎，你咋了？说好不带钱的。Nice。盘点女友吃醋后能有多离谱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啊！来这个嘛，不吃，你没有把地头给我，给我吃剩下。我这不是替你尝尝吗？一凡，猴呀，快给我整一口。反正你不吃，来，小心烫啊，拿你仔细。这是我的，这也是我的。听明白没有？再碰我男朋友，手给你剁掉。有一个爱吃醋的女朋友是一种什么体验？哎，要出去啊？吃过了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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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哎呦我的妈！我们吃过了，那就行，大家好好呀，而且别随便人家说话啊。我知道了，我
小王是谁啊？啥小王啊？我妈说小黄吧。啊？走吧。你干嘛？小王到底是谁啊？我就没有小王。你不信阿姨都知道了。那我妈是口误。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？两个人日子都出个小王出来，今天小王变怎么着？后天是不是就百家姓了？完了，没有小王。小王到底是谁啊？你还有心思打游戏呢？哎呀，真没有小王，要不你去跟我组队 PK 吧。我才没工夫跟你打游戏呢。这个王天是谁？啊，不是他。不要搞了，好吧。喂，是小王吧？你才是王八。哎，你微信里面还有没有小王？搞了，是这个，是不是这个？不是，啊、是不是？你再不说小王是谁，新闻我也去找小王。喂，小王到吗？快到了。小王吗？他爱我吗？嗯。你今天早上没把我公主抱着他，你要爱我不爱他，你我知不知道？不爱他，不爱他，爱你，爱你，你最重要了。哦，对了，不用给他换猫砂、啊。今晚别回家了。哎。你有个爱吃醋的女友。小哥哥，能帮我拧一下瓶盖吗？它不动。行。哇，力气好大呀！谢谢小哥哥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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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、啊？这刚才有个老妹儿，她说我们拧不开水，我帮她拧一下。好，你力气好大呀，小哥哥。哇哦，你力气好大哦！